不是有准备迎接吗？没有，整个节目都假的，又好了，面又好了，我的整集都在跳。要把，就这样。求防卫 B 计划，你想吃什么样的料理？我们就做素的版本给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蠢苹果找蔬食，我是浩，我是杨。我们今天呢，邀请到的这些来宾，我觉得都算是小鲜肉来的。小鲜肉，真的，节目制作单位真的对你很好。已经是姐姐嘞，天哪！姐姐，然后今天请来一群算是弟弟，那我们欢迎 Louis。耶！这个样那个号，来，他今天带了这个来加菜的，好好看哦。对，这是我们最新的 EP 创作 EP 共感时代。对，你们怎么会取叫共感时代这个名字？就是这个年代科技很发达嘛，然后很多人会在网络上，因为大众的价值观去影响到自己表现自己，就是影响真实的那个自己。有可能在社群媒体上，你会因为大众觉得哦这个才是美的，你就是朝那个方向去发展。比如说美肌，或者是会因为战术或者追踪数去影响自己的心情。但是其实认识真正的那个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呢就是会指挥你们来料理。好，我们会做吗？对，要交给你们。平常会做吗？我平常会煎个蛋啊。太难会难吗？这边校长设备哦。现在食材都已经在这边。那今天我们提到风油排骨丝面嘛，那我们的排骨酥就是这个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叫做天贝。天贝。那是给他们猜的。啊。没关系，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开始做吧。那先麻烦你把它切两半，但是从侧面切。切两半。对，平均的两半。然后这要小心哦。要加油，很快。哎，不错哎。感觉是有在煮菜的。片我有个疑问，就是它那个就是可以直接吃吗？当然不行，要煮，要先蒸或者是煎过。你可以吃吃看，会拉肚子。好，知道。如果你觉得最近真的要吃，最近有变胖，你可以吃。好了。好，然后米酒两匙，小米酒，这个是米酒，对，是米酒。再来是姜，要把它切丝。动刀的是动刀，动刀，动刀是我。对，把它切丝，切细一点哦。像嘛，有点动刀动切。是切丝吗？对，切丝。哇，切丝的话，我就比较。哎，你们平常有生活在一起吗？在日本，在日本的时候，对，对，你们刚刚还没哎自我介绍，我们还没自我介绍，那你冲一下，好，我是贝斯手 Jacob， 好，换他，然后冰切冰酱，我是最近请来的那个厨子 JK， 吉他手 JK， 我是鼓手马克，我是主唱秀，秀，我表现的还行吗？我觉得我切的不太好。所以有点乱，有点乱吗？不然你再对切啊。哎，你刚刚说你要下面，对，我要下面。好 ，OK。那下面之前先帮我们煮菜。煮菜。那我的酱还需要煮？你要把，蛮新鲜的吗？就这样。然后再来白胡椒也加一点，白胡椒加一点。好，天贝可以放进去了。直接天贝放进去，就是要腌它。要按摩吗？你可以啊。你可以试试看，有人穿西装在腌食物的，然后需要把它连带出去。你是不太知道要怎么办？这个大概要腌多久？你会看到，其实它应该正统做法应该拿去蒸，就让它的味道入味。但是我们因为蒸太花时间，所以我们有帮你准备一个已经腌过了，已经好，对，已经腌好。我们欢迎已经腌好的鲜贝出来。好，我们鲜贝已经腌好了。哇，刚刚经过了四十几个小时，我们在那边等就好了。对，旁边帐篷都已经搭好了。可以。我感觉有架势哦。然后面衣，这是什么？这玉米粉。
是不是外面裹的粉也很重要？就是有分很多种粉，然后口感都会不一样。看对，地瓜粉是不是会颗粒感比较重，比较 Q？ 会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你要问地瓜粉。现在是在考试，是不是一直问？因为我之前哎，完全不能聊，是不是啊？大概要听到什么样子，那就会好。就两面焦黄。哦，它也会焦。有点焦脆的感觉，那还需要一阵子。那边可以了吗？面好了吗？还没。好，那现在把碗拿出来，我们先调那个汤。这个不是有准备已经煎好的？没有，全部都挑了，整个全部都假的，就好了，面就好了。我们整集都在那边挑。等一下好了，就交给你，交过去。好，那我有一个问题哦。酱油就好了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还有麻油，麻油。我喜欢麻油，可以多半。那你加两匙好了，可以。加一匙吧。好。米酒也再给他加一匙吧。好。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，它煎的还蛮漂亮的，外面有点脆脆，然后焦焦的，这样就可以翻面。这其实有点像那个过年会吃那个里面甜的年糕。哦。接着要把面放进去，对。对，好，那交给 Jacob 了。哦，直接把面放到里面了。没错，这个不需要搅拌吗？不用先搅拌。不用，就先放进去。加面加过去，你直接放进去。对，这是有加面的。好嘞，那我们排骨素面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直接请 Ruby 来帮我们试吃这个丰原排骨素面。不，你先请，你先请。我先吗？我先。完蛋了，完蛋了。你们有吃过肉吗？还不错啊。有，我吃过。你有吃过？我吃过。那我觉得那个尾韵是什么？尾韵。好了，那这样一到十分，你们会给几分？哦，好，我们要八分以上才能做大成。我觉得，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麻油，还有那个有点久久的味道，所以是8.5。我觉得扣掉麻油应该有8分。我觉得那个，哎呦，其实有什么？天贝的那个感觉蛮新鲜的，所以他帮我加很多分，但味道还行。我在吃掉。对，所以我给。8分，好，8分，耶、感谢。我知道那尾韵是什么，那尾韵是米酒，米酒在乱，但是应该有，我觉得有8.1，算的精准哦，要精准一点，8.1。那最后我们还是让 Ruby 来宣传一下他们的新作品。对，我们的大家都可以去 follow 我们的粉丝专页 N O O V Y 这样子。哦，也要记得订阅我们频道哦，开小铃铛。好，也不要忘记订阅快乐大学频道，还有小舒适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耶！谢谢支持他们。耶！对，我们的全新的创作 EP《动感时代》已经全面上架了，然后我们的新歌《新丝虫》还有《长鸟》EP 也应该都已经上架了。没错。对，然后我们在3月的时候会有一个巡回演出，3、4月都有。3月14号在高雄，15号在台中，21在台北，然后4月在日本有4场巡演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去 follow 我们的粉丝专页 N O O V Y 这样子，对。